检测中心宣布，今年我们华社最好不要过年，大家在家里过年好了。有什么庆祝的话，是用通过云端。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，就召集其他的华社的，跟他们谈，我们应该把这个我们平常庆祝的活动呢，变成一种慈善活动。因为印尼在这个上半年2020年的时候，国家收入呢还是在贫困，低收入呢就造成呢很多的人民的生活也是很苦。这个消息我听了之后呢，就是跟我龙岩师兄跟几个企业家有在开会。开会的时候我就建议，用100万户的我们发放，在那个整个爪哇岛发放100万户，因为爪哇岛的那个疫情比较严重，跟总统报告。怎么报告呢？我是说，这个我们的志工呢，一定要自己下去，也是要去发放，让这个种族能够一个我们的华社跟那个印尼的民族将有一个互动。他听了非常高兴，他说很好，有慈济带领就很好，我很放心。我们这个一发布下去呢，很多企业家都来响应，大家的款项会进到慈济，我们以慈济代表人去买米去发放。看到了，印尼这样的慈善行动呢，是好几个集团那汇合起来。哇，力量可大哦，百万富呢，付出帮助啦，纾困啦，有百万富，这百万富何其多啊，得到啦，慈善事业家他们的投入这一回呢，也是倾注了去做发放啊，他真正的呢艰苦啦，以前呢是花心，就是捐钱，这一回啦就是投入啊，也去做发放，他呢说很感动，看到苦难的人呐、啊，那么的苦，根本呢不敢想象人间呐、啊、这么的苦啊，所以那一份的感觉啦，知福，知道自己的福报啦，这样启发呢更大。更贴切的爱的能量，人生最有福就是知足，很富有，而且呢看见苦难人亲手去布施，那一种呢知道自己的享受，那一种的是很真切的感受到，所以啊，这大哉教义，因为这一波的疫情，这大活动啊都取消，富家人呐、啊、的行动聚会，把它呢。就转过来为穷人付出，你那一番的知福啦，这样突然间感受很深，感动更大。所以最近啊，在听的视讯呢，可以听很多那一种呢。用心付出，真诚的接触，那样的感受啦，绝对是不一样。这一波的疫情是一种呼唤，今世的教义是一种警示啦，的教育啊。现在呢，已经有
疫苗，大家都很期盼的能打到疫苗，这保障了健康。但是呢，人口多了，这疫苗的量呢也无法一时供应，所以这一波啦，也很感恩呐。慈济在过去一二十年前呐，那个红溪河的，那就是印尼这一群的菩萨，他们发心呐，把那一条红溪河畔的从破烂的房屋啊，或者是无家可归的地方，他们呢，给一个翻转人生，盖建了大楼，让他们立出去了。这样的大社区里，也有学校，也有医院，这都是很完整的一个社区。这一波的疫情啊，我们呢就开始呢为他们打预防针。我看到他们呢，今年的这样把富家人的过年集会的转成了慈善的行动，可以帮助纾困啊，百万户，这数量真大哦，百万户啊，多么有智慧啊！这叫做慈悲智慧，叫做福慧双修，我真的是很赞叹呐、啊！慈济人呐、啊，方向一转呐、啊，那平常都已经呢在付出，再来一个呢共同的爱的力量的大集合，这实在是哦。用什么语言来赞叹他们，真是富中之富啦，造福呢增长智慧啦，这实在是让人真感动，值得我们呢人人口口声声的可以赞叹的。家人啊，这么一大群人，假如这样的爱心长期持续的把力量集合起来，让这一群人啊可以老者有所依啦，孤的呢有所养啦，可以呢有人照顾，有人帮助啦，那这样的社会一定是祥和，祥和的社会啦一定是繁荣，繁荣的社会呢企业家商场就好做啦，这种社会平安啦，商工一定呢会更提升发达，这都是连贯式的造福。所以看到了这样的大家付出的爱，这就是人间天堂，天堂人间呐、啊，这就会很多的苦难人，因此而翻转，
不是只有钱的人翻转，穷困的人啊，也可以从地狱呢，真的走入人间呐、啊。那人间的富有人呐、啊，就超越到天堂，啊，超越天堂的菩萨净土，一层层的超越过去，这就是人间净土，菩萨人间呐、啊。这种福慧双修，实在是要如何来赞叹他们？这是富有的人才做得到吗？也不尽然，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。